人这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花，终会有人为你摘下。就是想证明你的 HQ39 有问题，他不怀好意。小冉，你怎么还在撒谎啊？当年那篇影响因子六分的论文，苏维安才是一作，是你抢了他的署名才被举报的。你说说，你还想瞒我和你妈多少事情啊？老文，消消气儿，别不好说啊。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小冉不管是在华人还是在结婚，他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嘛。你就别再护着他了行吗？我真没想到我温玉良的女儿竟然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行了，以后不许你再到锦辉去上班，更不许跟那个杜云成再有什么来往啊。为什么？关杜云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杨叔知道吗？他现在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反常，我充分怀疑他被结辉贿赂了，所以我认为杜云成接近你，他的目的并不单纯。当初是我追求师兄的，分手之后也是我求着跟他复合的，你的研究出问题，拿我出什么气啊？你爱上头了吗？妈，那怎么这样呀？小冉，你别怪你爸脾气不好，这件事啊，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不省心。云晨才跟我刚和好。
怎么样了？怎么全都是阴性啊？动脉瘤的发生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我们第一批实验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第一批实验鼠，我们还有第二批。现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量不够大，说不定第二批实验鼠能有一个阳性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现在仍然坚信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条件，让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碰运气了。大概？你是说你姑姑是不是有高血压？是。我明白了，我们要在转基因模型鼠上造出高血压模型。或许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对 HDQ39更为敏感。聪明。忙着呢，忙你的，没事。我在网上刷到一个鸡汤，挺有意思啊。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着你演戏。哎呀，可惜呀！你说这个亨廷顿这个转基因的模型鼠一直这么贵，你这么搞下去的话，那太浪费了。老师，您现在申请不了科研基金，就算实验鼠不贵，您也买不起。别老觉得就你们最聪明，人家那药厂的前期实验不是白做的，总不至于你们是全世界医疗界最懂的吧？所以不要以卵击石。这何必跟人文教授这个心要过不去呢？再说你们这科研能力和人家也不是一个水平啊。您的科研能力跟顾老师也不是一个水平，您凭什么评价？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怎么尖酸刻薄的？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们的进度。我们的进度跟你有关系吗？你不用工作，在实验室也行吗？你还不知道啊？怎么了？谁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实验室的人欺负你了？怎么可能？实验室的工作量这么大，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在。那是怎么了？你不觉得实验进度有点慢吗？慢？我们同时在进行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的实验，相互对照验证，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效率和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已经很快了。是啊，我本来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只有一个月的期限，万一我们输了怎么办？怎么总是提输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苏维安，你要记住，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生活中我们同样是一个整体。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一起赢。这样？怎么会呢？六百细胞全被污染了。马上就要到培养时间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污染？我明明每天都打扫实验室，到底什么问题？
六百细胞全被污染了，你先别着急啊，先把污染的细胞全都清理干净，所有的培养容器都清洗消毒。那可不行，必须马上解决。再拖延下去，被污染的细胞只会更多。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污染源，那我只能里里外外再打扫一遍了。一会儿你先回去，我弄好再回家。 退烧在哪儿？我去拿过来。薇安，你别走，就在这陪我一会儿吧。不行，发烧得退烧，我去买药。太晚了，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可是一个人闯荡过拉卡亚的人，放心吧。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拉卡亚，肚子还破了一个洞。<咳>好了，好好休息，别说话了。 冰箱里只有这个了，你委屈一下。舒服多了。那就好。快睡吧，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薇安，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呢？看我都烧成什么样了。 睡得好吗？
点了？那只想睡两个小时的。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哎，我怎么上床的？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自己跑上来的，难道是我一个病人把你抱上来的？退烧了没？怎么还没退烧啊？我去买药，或者你跟我去医院。没事，没事，雨安，你快去上班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吗？嗯。我知道我的学历不够高，经验也不丰富，但是基本操作我还是可以完成的。现在我要清理实验室，如果你们放心，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实验器皿交给我一块清洗。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一旁观看。那我就开始了。要不要我帮你啊？当然好了，谢谢。不会又给自己加班了吧？还说我是顾八皮，哪有你这么自觉的卷心菜啊？自己卷自己，卷得这么起劲儿。在这儿啊，门锁了，反正也出不去。与其干坐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呢。我看看退烧了没？我退烧了。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啊，走。维安，走吧。准备放手了。还好吗？走吧。走吧。小苏早啊。你看，动
脉瘤的阳性率达到4%了。这么高啊？对啊，我们的试想是正确的。HDQ39对高血压患者的副作用更大，更容易引发动脉瘤。这样，我马上就去对鼠脑进行取材，完成切片染色。不用滚出华园了。哇，贺医生被匿名举报了，医院发红头文件要开除他，收受医药公司回扣，还有频繁对已无手术指征的病人施以数十万的高额治疗，给这些病人用大量高额化疗药，还把打开的药物随意丢弃，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劲爆了吧，刺激。这阵势我感觉要出大事儿啊。滚着，我今天我要不揍你。干什么？没事吧？你在这嚷嚷什么呀，何小光？你举报我，材料准备的够详细，你处心积虑弄我是不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的自省，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医德的事。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你自己好好看一看。你输了，向苏北安道歉。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跟我玩狼狈为奸是不是？行，咱们走着瞧。等着。小疯子。你跟我来一下。古云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贺小光被匿名举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害人家这两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什么闪失。我告诉你就不会有闪失了。我不说，是因为贺小光离不离开华人跟咱们的实验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呢？这个疫苗接种单怎么回事？刚刚好是你发热的那一天。韦安，我刚刚站了两台大手术，现在又累又饿，你待会儿陪我吃个饭呗。我2个小时之后还要站一台大手术。2个小时后的手术是方明凡主刀，你只是个跟台指导，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为什么突然去打疫苗？前一阵子医院不是疫情吗？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当然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了，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患者。但是霍乱疫苗有必要打吗？我觉得有必要。万一哪天我去援外了呢？万一当地是霍乱高发区呢？我这是积极预防。我看你就是为了发烧故意去打的疫苗。什么叫做故意啊？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这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义务和使命。我看这是你丧心病狂。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啊？要不是你每天24个小时待在实验室，不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再不发个烧，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谁知道你哪天能睡满6个小时。闹钟也是你关对吧？我就说那天闹钟明明定了，为什么不响？我只是找了一个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哪知道那个疫苗对我反应那么大，这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好了，实验结果不都出来了吗？咱们应该开心才对。那咱们要约法三章，以后你有事不许瞒我，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吵架。这两天明明很想你，但都没有时间给你发消息。那以后咱们回到家就像现在这样抱一抱，开启情侣模式。嗯，那这样呢？在医院干嘛呢？好了，既然你提了一条，那我也得提一条，以后
不管实验室再忙，你一日三餐必须按时吃饭。我可不能随时都看着你，以后一日三餐你都必须发微信给我，这也算是考勤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请大家多多关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大家不用关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请问顾医生的女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顾医生想和你共进晚餐。今天晚上还真不行，今天我妈把我姑从疗养院接回来了，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下次吧。这两件事情不冲突啊。你看咱俩交往这么久，是应该找时间去拜访一下阿姨跟姑姑了呀。没必要吧。苏维安，你该不会还没有跟家里人说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吧？没有，没有特别提起。那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嗯。是你妈妈不喜欢我吗？怎么会呢？我妈很喜欢你，而且她还很感谢你救了我姑姑。那就是了。那既然这样，就更应该上门拜访他们一下。走。走了。哎，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紧张。没什么。谁呀？来了啊。苏甜。苏伟。阿姨好。顾医生，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他想来吃个便饭。啊？吃便饭。阿姨，今天呢，我不是以顾医生的身份来您家，我现在是苏维安她男朋友。我说一声顾医生要来。阿姨，其实也不怪维安，是我自己唐突了。我听说您要维安回家吃饭，我自己非要跟着一起过来。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呀没有男士拖鞋，这双是新买的，要不就别换了吧。对啊，别换了。没事儿，这鞋该换了。姑姑，说起来，您的动脉瘤还是需要做一下 CTA 的复查，看一下有没有上次遗漏或者是近期新发的。这样吧，等哪天您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去门诊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也好。嗯。菜准备好了吗？我去做菜。我跟你一起。我跟维安一起。那可不行，顾医生您今天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下厨呢？没事，阿姨，这样您和姑姑就先坐着休息，然后我和维安把饭做好了，咱们一起吃。你们去休息吧。咱们做一个土豆烧排骨。好。再做一个蒜蓉鸡翅。你妈妈还喜欢吃什么？吃点水果啊，来。做一个烧茄子，然后再做一个青椒肉丝。好了吗？好了。我不吃。你尝尝。哎呀，我不
志。嫂子，你说他俩什么时候谈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维安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谈了恋爱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觉得顾医生人挺好的，你别说，安安眼光真不错。哎呀，就是他太体贴太细心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哎呀，细心点好。你都不怕我被落着吗？别闹别闹，苏维安，别闹了啊。古丫，哎，你过来一下，快点啊。关门。怎么了？你跟顾医生谈了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一段时间了哈，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说过一句啊。你这行保密工作你做得厉害。我不是不跟你说，这不是想能更稳定一点吗？你们是不是都住到一块儿去了？怪不得你前段时间你神出鬼没的，你夜不归宿的，你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跟人同居了你啊。不是你想那样，是因为顾云珍他家离医院比较近，我才去他那住的。人家离医院近，你怎么就这么懒呢？就差这几步路你就上赶着搬到人家家住去了？你怎么想的你？好了，别生气了。你说说啊，你跟他相处多长时间了？你对人家有多少了解？人家父母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性格怎么样？哎，你到他们家会不会被欺负？哎，你看看现在新闻里边啊，竟是那些小年轻在一块同居，然后一吵架就拿刀子杀人。你说你万一碰到一个心理变态怎么办？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啊？什么我夸张？我说的这些事儿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你怎么想的你？哎呀，好了，兰姐。哎，是我错了，是我做事不周全，我应该早点跟你讲的。也是我太懒了，去他家住。以后我勤快一点，好不好？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大人有大量。少来这套！我跟你说，顾云珍他这个人很好的，他为我付出，也为我牺牲了很多。这个以后我慢慢跟你讲。今天人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我们开心点，好不好？阿姨，我家呢是本地的，我母亲是桥梁建筑师，不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离婚了，所以我不怎么跟他打交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安跟我在一起一定不会受欺负。还有您最后的问题，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回答您，我不是什么心理变态。如果阿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心理测评。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做饭去。去吧呀。阿姨，今天确实比较着急，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所以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您还有姑姑就将就吃着。
顾医生啊，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家来，还让你亲自下厨，是我们照顾不周全啊。都怪这丫头，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你呀，让你做饭还不好好做，下次你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没没没，阿姨，来。不是维安，他不好好做，是我着急表现自己，所以把他的活给揽下来了，对吧？够了够了，顾医生啊。阿姨，您以后就叫我小顾吧。来。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计划结婚吗？妈。我自己倒是有挺多计划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维安他的想法吧。我没什么想法。阿姨，是这样的，不管结不结婚，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对维安的心都是真的，永远不会变。怎么证明啊？会做这个西红柿煎蛋面的啊，而且是两个蛋面煎。维安曾经告诉我，他说这是爸爸的味道。我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决定，以后就由我来做给他吃。虽然叔叔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味道是可以延续的。是是，你吃吃啊，快吃。你先吃吗？阿姨，您先吃，您先吃，您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啊？来，您尝尝这个鲜蛋。妈，我先把顾云珍送下去。啊，晚饭做多了，你们呢，拿回去吃啊。谢谢阿姨。我们拿回去。你明天不上班了？你不是跟我说小姑家离医院更近一点吗？啊，阿姨，您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维安受到任何委屈的。那我们走了。哎，贺老师，别忘了把工卡还给人事科啊。顾云征，今天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哦，你们回来了。哎，宋阿姨啊，宋阿姨，现在医疗室在紫外消毒。不过现在棋牌室、台球馆还有瑜伽馆都开着，要不你们现在先去玩一会儿。不用了。哦，现在运动康复室啊人比较少，而且我们最近新聘请了一位教练，他是体育大学医学专业的博士，可为苏阿姨啊量身定制一套康复计划，要不我带您去试试。姑姑，运动理疗对延缓病情是有帮助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而且啊，我还可以清场，这样您二位啊也可以一起上课嘛。姑姑，正好我这两天腰有点不舒服，能不能让咱们那个教练帮我看看？啊，没问题啊，阿姨，来这边请。哎，阿姨，苏阿姨，来请。
孙教练，这位啊，就是我跟您说的苏阿姨。您看，根据苏阿姨的情况，制定一个安全性高，而且又能锻炼局部小肌群的康复计划吧。好，那我先准备一下，先检查一下苏阿姨肌肉力量的基本情况。嗯，哎，谢谢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之前来过这个康复室吗？来过。在这拍过视频吗？文安，什么事儿啊？拍什么视频啊？啊？小东的助理说做广告，不会露脸的。师兄的助理怎么知道姑姑在这里啊？你说这个疗养院是谁联系的？是不是和张和医院有关？是不是和师兄有关？哎呀，这小杜他也是好意，他怕我自己照顾姑姑太辛苦了，他跟我说这个地方是跟公司签了什么框，哎呀，反正就是免费的，不住白不住，就把姑姑安排到。不是妈，这么高端疗养院怎么可能是免费的？你想什么呢？还骗我说是邻居介绍的。姑姑，自愿退出协议书也是师兄让你签的。不是，我是自愿退出的。我出去一趟。在今年的神经病学大会上，HDQ 三九遭受了广泛质疑，仅那名现场的当事人就曝光了三例动脉瘤破裂，而负责研发的温玉良教授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服众。杜总，不知这是知情不报，还是管理不善？谁不是茫茫中迷？